大家好，今天呢我是休息日，然后呢在现在是在这个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，然后呢带大家来看看这边的圣诞树，也体验一下这个美国这个圣诞节的这个节日气氛了。然后呢今天没有带脚架，就是用手拿着，可能就是有点晃一晃，然后我跟大家就说这样看看今天的这个景色吧。好，洛克菲勒中心的这个圣诞树，这是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，然后很多的游客，平时呢这个旗子是各个国家的旗子，现在呢它是换成这个节日，然后就换成这个白色银色为主的旗子，每年都有做的这个很大的圣诞树，是真的松树做出来，下面呢就是这个溜冰场。这个洛克菲勒中心的资料呢，我一下也不好跟大家讲，那给大家往上去看一看。Thank you.